查查有 face。2014年是世界杯年 ，Adidas 就出咗只新 app Snapshot 玩拍片测球速。我哋揾嚟飞马嘅新晋球星尼柏行试脚，唔好睇小港甲球员嘅脚力噃。职业球员射波每小时由100公里，已经系世界波嚟噶啦。就连皇马飞翼巴里呢、這个成绩都系得78公里啫，可见柏行仔脚头够晒重啦。只 app 暂时得 iPhone 玩到，用法相当简单，先拣左脚定右脚，唔同脚会影响射门嘅方向。放好个波，用镜头对啱位，准备好就抽得噶啦。射完之后再应一应个波，唔使3秒就计到速度。想试下自己有几坚抽？即上 App Store download 个 app 嚟玩啦。